人要真正知道因果，相信因果，不敢做坏事啊。做坏事有报应啊，报应太可怕了。所以印祖说，因果教育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大权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诸佛菩萨圣贤对于世间人作恶都束手无策，怎么教怎么办？啊，今天就是因为社会不讲求因果，不相信因果，世界乱了，乱到最后无法收拾。啊，你所倡导的是不信因果，现在你要再信因果，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怎么能取信于民呢？那不要因果，又社会没法子收拾，这事在两难啊，真难。你问我，我也想不出方法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相信因果。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，我相信是我的事情，我真相信。啊，这个世间人还有一部分人相信的。你问他为什么相信，他亲自看到的。啊，我也是亲自看到的，不亲自看到，我不相信。啊，所以信心的建立啊，是今天第一桩大事啊。啊，建立在孝亲。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父母之恩呢，要讲透啊。父母跟老师要合作啊，不合作，这小孩教不出来啊。古时候，父母跟老师密切合作，老师教孝，父母教敬。啊，才能把这个小孩奠定圣贤的根基，叫扎根教育。